最起码在三年内我们要做100所小学的一个未来上社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目标。Color, the way of love, do join us.张国一来管呢，搬迁了为啥呢？那么搬迁了后来就路丢了西镇村，哎，投资原来是老武将，哎呀，那个路推荐了学校了，就一交费了，哎，路过西镇村边老百姓的就那，哎，出，哎，也就是出木料，哎，出狗，哎，这无私奉献，哎，他推荐了学校了。那么当时这个学校呢，哎，这就李登昌老师，你就按这个校负责人，哎，那么就是推荐了学校以后呢，就是好，这里就开始实验到一到六年级嘛，到时候那些哎大，你那大量的就是相当，哎相当哎巧了，哎到师傅呢，为了就是呢，哎为了就是哎多了包呢，就是说一。哎，老板，老板呢？就是说，你我菜，哎，我菜，哎，为了就是呢，吃到各异主要，啊，你那个水稻师傅呢，设计比较，也就是可以说也，当时也比较也特色。
为了就是给一就是给外边学生你给我呢掉的时候呢就给到就是就是按月时间那么就是按一向这个学生上下这个准度学生的上课。好，还能对一年级，一年级班，好。那么，还能就是对原来老师，也就是西施嘛，老师的西施，好，谁就叫给我，你看我才就是八班，给一班，然后这四年二年级，二年级这里，那么就是说，一样的，你提了这个师傅升级了，真的就是说比较你特色就是，比如那大量的就是说，到时候他你是考虑啊，给我是安全问题，就是就是，那大量就那个低的做，就是说你因为那空间的小，到时候条件也就是条件比较差，所以师傅那个带了木楼梯呢，你看到里面一家木楼梯呢那片木切片那墙纸，那就是说。起码是500块钱，那么当时好像是老百姓的时候，凑到，五十户县，就是说抬，抬到没了天了。好，这段就是叫吴江，也就是吴江菜，二枪那个那个二枪那个呢，目前呢186张。那么64年代的时候呢，还能那个呢，村里呢就96张。95年，那么就是在府和这个切替老师，一名老师呢进来了，那么就是为了修建都教学楼呢，包括当时还能要那吴江二乡别那乡政府，在那个包括二乡、二江、这个丢、八个拉、南乡、这个月，等于二乡，一每个呢就那路记着。那么96年，然后开始学习前天老师这个技术，西教学楼上课。好，下面我们读这个故事一下，读三遍。100百元1700块，100百元1700块。好，就是你。前了这五年的路呢，那教书楼呢，就是原来的，也就是世界，也就是修建原来的，世界大桥的呀，所以都石油和那些那顽强和那阿狗油，那么就是说，一点那么久呢，没法立邦故事啊，那官方还打骂，就也就是把这变成拆毁教书楼，所以，就老百姓将这的开学一年的。他开学就那个都学生也高兴，老师也高兴。